外面好像有人。谁呀？小朋友，你的外卖到了。我们没点外卖呀。不会是小雨点的吧？我们嫌弃他他。你气？怎么是我？叔叔，那你等我看一下吧。你看，我们就看到了吗？妈打着气的叔叔下饭耶。叔叔，外卖等我放没头吧。快点，都不出门了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外卖好像是坏人，那怎么办？赶紧给小姨打电话。喂，妈妈，她回来有帅哥。小姨，救命啊！我好热，和他们有危险。那还不赶紧走？